今天给到我介绍的是由我国选手胡安妮基对阵日本选手山口勇的比赛。胡安妮基身高1米78，体重66公斤。 胡安妮基是我国新疆的摔跤冠军，胡安妮基也被全名誉为擎天柱。而这名日本选手则是日本空手道高手。赛前胡安妮基的战绩为1战1胜，而日本选手的战绩为7战5胜。日本选手出场的时候显得极其嚣张，或许从那一刻起已经点燃了胡安妮基心中的斗志。比赛开始后，胡安妮基就发起了蒙古以重拳暴打日本选手，不过日本选手也毫不示弱，以重拳回击。 比赛才开始没多久，胡安妮基就以自己擅长的摔跤将日本选手抱摔倒地。而后，胡安妮基将日本选手死死压在身下暴打。在此过程中，日本选手一直想要挣脱，但是都未能如愿。毕竟转位地面进攻后，就是胡安妮基最为擅长的。接下来，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地面缠斗。而后，胡安妮基就展现了自己必藏的优势，以连续重拳暴打日本选手。 接下来，胡安妮基以连续重拳暴打到日本选手毫无防守之力，赢下了比赛。裁判连忙通过来推开胡安妮基。在此过程中，日本选手经历了近2分钟的重拳暴打，最终胡安妮基完胜 KO 了日本选手。日本选手被暴打到脸部多处淤肿了。